魏公子，你不是应该最清楚的吗？无冤无仇就能够相安无事？怎么可能？这世上所有人原本都是无冤无仇的，总会有个人先开头捅出第一刀的。阴毒小人！小人？你们有什么资格骂宗主是小人？你们这些人自诩名门正派高阶之师，不过就是仗着自己投了个好胎，有个好家室，你有什么资格目中无人？我们这些外门弟子就不是人了？如果我有能力自保，我会被别人要挟，会被你们兰家像扫落叶一样说逐出家门就逐出家门吧？会。你背信弃义者，姑苏兰氏不留。韩光君，我真是讨厌你这种高高在上的态度，就因为那点小错你就永远不能放过我，仿佛我一生下来就低人一等。除了宗主，你们谁给我好脸色看？我还告诉你们，像金子勋这种目中无人的人，我见一个杀一个，我见一个杀一个。你笑什么？没什么，我只是没想到。你想到什么？我只是没想到你们害了这么多人，就因为这个。魏公子，你可是觉得自己太冤了？其实不冤。不冤？是啊，魏公子，你想想当年，就算我们不去对金子勋下咒，我想魏公子你迟早也会因为别的原因被围剿的。因为你这个人就是这样，说好听点就是侠肝义胆放浪不羁，说难听点就是到处得罪人。除非你得罪过的人一辈子都平平安安，否则只要他们出了什么差池，第一个怀疑的对象就一定会是你，第一个想要报复的对象也一定会是你。而这一点你是没法控制的。就算当年在不夜天你没失控，那么你能保证这一辈子都不失控吗？所以啊，你这种人是注定短命。你看，这么想，心里是不是好受很多了呀？你才短命！你这娼妓之子，为了往上爬，什么廉耻都不过。